29青年节庆祝建国百年，总统府扩大举行忠烈祠春祭，动员陆军礼炮连释放21响，以及空军雷虎小组飞越忠烈祠等等的活动。另外还有前女青年工作大队组成的阿嬷合唱团来演唱爱国歌曲。21响礼炮配合国歌节奏释放，象征向先烈致上最高敬意。建国100年扩大春季，陆军礼炮连打头阵，空军雷虎小组破天荒飞越忠烈祠。5G 大雁队形，雷虎机喷着白色尾烟，缓缓通过忠烈祠上空。经过国安单位协调，大直要塞区破例开放飞行器航行，空中精彩，地面走感性路线。中华儿女最伟大，为民族、为国家奋斗牺牲绝不怕。第二，65位前女青年工作大队队员临时组成的大姐合唱团高唱《我爱中华》，此时此刻听来特别有 feel。眼看资深学姐们唱得带劲，学弟妹也来朗诵爱国诗。明天抽时行动，正好正来得及，兄弟。跟着郑愁予老师走入时光隧道，329革命前夕的烈士心情唱给你听。一应轻轻再一次呼唤你的名，一连串活动缅怀朱先烈，总统全程参与，虽然就在特勤中心旁边，应该算安全，但国安人员不敢大意，早就架好枪响侦测系统以防万一。建国100年，活动不少，国安局小心为上。中央新闻李希燕、绿桥、S小组台北报道。